每一班超级英雄总会有一个联盟，正如香港其中超过470间非政府社会服务机构背后的联会组织，正正就是社联。社联全名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，讲到社联的核心能力，就一定是联系来自社福界和各个界别的英雄，携手解决社会棘手问题。社联工作范畴多元化，致力推动业界服务创新，服务对象涵盖老中青，同时亦会就不同议题进行深入研究、客观分析，向政府倡议改善政策。社联极具前瞻性，凭住多年来的经验累积，主动发掘和深入分析社会问题，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，促进官商民合作，充分发挥牵头作用。其中一个例子是香港现正面临人口急速高龄化的情况，预计去到2033年，每三位市民就有一位是长者。社联和商界以及政府合作，去外国考察，吸取先进经验，并引进各式乐龄科技的产品和服务，增加各界对乐龄科技的认识，引发社会讨论关注。透过跨界别协作，推动乐龄科技的教育、政策发展及于社会服务的应用，提升长者生活质素，为高龄化社会做好准备。见到市民生活得到改善，社联和业界会继续努力，共同缔造关怀的社会。有关社联的工作真是数都数不完，想了解更多请登入我们的网站。